Hello， 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致命的瘟疫，八只、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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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很难搞定这三只哈。那我们研究了蛮多个队伍哈，基本上有秘技可以跟大家分享哈。虽然说已经有网友破梗哈，不过没关系，我们一样还是在这边做分享哈。可以看到这个无视减伤98回合哈，我们运用了这个技巧来做一个破解哈。迈尔斯先开，好，再来开陆承轩。再来开车云，最后开光机友的时候，请注意左上角。有看到吗？无视减伤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有视减伤的状态哦。那这个的部分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就是击杀的动作。这次攻击力是最低的哈，这次攻击力最低的。我刚不要压抑，为什么光珠没有消？光珠的确是不会消哈，光珠的确是不会消。然后再杀左边这一只，因为我们开迈尔斯嘛，光珠当然不会消了。差点做到全体攻击，做到全体攻击我就哭哭了。然后剩下一 combo 一 combo 出击，打几把它出起来吧。其实我已经试过很多通关队伍了最高纪录只到了伪王伪王的那个无鼠盾那边所以影片就没有 po 了，因为我还是希望以临时为目标来过这个八峰。我们现在就尽量出满技哦，由于近暗处，所以天降会蛮可怕的。那我们就尽量避免让它天降，看到没有？还有五回合，撑一下哈。因为下一关我们要爆发，所以刚好这边就顺便用哦。看到没有？大圣密室真是优秀。靠！没关系啊，这个不要天降，等我一下，对，等我一下哈。妲己跳起来啦，可以轻轻的把它扶一下啦，弄一下啦。偶尔稍微留多一点点的暗珠光珠了，讲错了以备不时之需。下一关要用的，可以看到我在做绿珠的动作因为我们这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没办法自己制造出攻击珠所以我只能靠自己叠珠叠出来现在这时候是最怕神天降破坏掉我的叠珠了，因为说神到一个不行，真的是。像那个新珠有没有？就故意把它戳到右边去。好，现在顺利来到下一关了这个光机龙光机龙第二关而已没看错第二关而已。那我们要一波爆发带走的话，基本上
看一下哦，无所谓，因为攻击力我可能抓的不是很准哦，就直接好了，一起开了，不要省这个东西。怎么这样？好像是弄错的。哦，顺便看一下我的爆发力哦，因为我估计过攻击力是差不多啦哦，应该是没问题。不是这一只哦，我说的是后面的哦，大概300万应该没问题哦，所以我就一波把它送走了。6859哦，6859，我算一下哦，6+8+5+9，10万，总共280万哦，280万哦，现在是处于破防的状态，所以这个防20万我们是不看在眼里的。那我们就是可以开一下这个迈尔斯哦，因为这样可以留光珠哦，又可以其他符石兼具50%光珠的效果。刚刚在做叠射就把自己搞到了，好，不过没差哦，因为我们现在光柱还可以做攻击就好了。哎呀，哎呀，吓我一跳，没关系哦，攻击力还是够了，因为破防之后它基本上是不堪一击啊。接下来这个人类以外伤害剩下25%哦，好，继续破啊。现在就是转越高康越好，都无所谓了哦。哦，因为我们有搭级的存在，所以基本上这个平常攻击的倍率还是都蛮高的哦，这不用担心倍率不够高的问题。这个目前我们通关率是95.56哦，如果这一次再破的话，通关率就达到97.77778，好，778啊，就是有够鸡巴的意思哈。哦，目标当然希望100%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试一下。好，这边我就不急着爆发了哦。哦，为什么不急着爆发？因为后面还蛮多都需要爆发的，这一关已经打到剩下这一点血了，没有必要浪费你的爆发在这一关哦。而且天降很给力哦，我必须讲，天降是很给力的。基本上我有4个人类了，不怕人类以外伤害的这个问题。好，第五关冰冻腐蚀2颗哈，这个其实不难打，但是因为我要留技能到下一关用，所以我把技能短的先打开一下这样。因为攻击力不要破到190万以上就没有问题了。
CD 短哈，好，最短就这样了。嗯，现在光伏是不多，所以迈尔斯我开下去了。好，可以看到攻击力是非常非常弱。记得啊，那个，冰冻符是要消一下，不然会有的玩了哈。有一点无视冰冻符石的存在了哦。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耗你的回合数而已啦，两颗还算 OK 了。光嘛哈，OK， 哦，就是等于说我们刚刚的爆发基本上是蛮无感的哈、哦，哦，没关系，无感没关系，反正不是骨感就好。哎呦喂！打完差不多 CD 也出，打到三大概一半吧。其实就储的差不多，我想。哦，为什么我要克制下一关的关卡？因为下一关它那个中毒哦。中毒我们减伤就没有用了、哦、所以记得这一点、哦、所以关卡的配技你要配给大家看、哦、所以只要按照我的配技方式、哦、通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运气成分我会尽量把它降到最低。哦，漂亮的天降，按照这个 tempo 一直杀过去就对了哈。光珠要稍微留一点哦哈，光珠，下一关用得到哈。要么就全部都不要光，要么全部都留光。哦，不要一半一半的，一半一半的话，我们迈尔斯就不好开机了。啊，新珠不太需要，因为新珠没有攻击能力，所以新珠把它消一消。差不多了哈，看起来他是不想给我们光珠的意思哦，看起来了。哦，干脆把光珠消一消，留迈尔斯来开机就好了。一样，新珠消一消哈。哦，这个是要消光珠的意思就对了。哎呀，留了一个水珠，无所谓哦，没关系。哦，这时候只有三颗光珠哦，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开法哦。大圣、迈尔斯、这个陆晨轩、车云，哦，为什么大家按一下？因为这几只比较少用，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哈、哦。然后做全体攻击，记得做全体哦哈、哦，但是只要做一组全体就好，哦，其他他会跟着打。那2 4 6 8 10 2 4 6 8哈、哦，所以这个火珠哦，我做五颗，然后这个也做五颗，这个也做五颗，哦，三颗，哦，这个没有切好的就不要介意了哈。哦哦，这边有切开了哈、
一波带走吧，宝贝，谢谢。哦，留了三颗光珠，还剩只有三颗，上面天降很少。哦，这边是强化盾哦，那我们的光珠就自己做一下吧。这边就是做一直做强化扶持出来，最好是用强化扶持做攻击。静安珠，所以比较不用怕没有攻击珠啦，尽量有的话尽量消就对了。虽然说攻击力还真的还蛮抓痒，不过我们要秉持着大圣魔队的屹立不摇的精神哦。哦，其实说魔这个队伍平均八到二十分钟左右哦，不一定都是全魔啊，不一定都全魔。什么鬼啊？为什么不给我光珠嘞？是不是这样太不给面子了？消到，为什么？因为我想要把这个强化珠给省下来了。哎，血量，小心，各位小心血量哦哈。这个目前来讲，先补一下好了，把你的这个木珠清一下，先不要掉光哦。好，我就怕你给我掉光而已。哦，这次不用开哈，麦尔斯不用开。那血量大概255万哈，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一波带走啊？大家看一下这一队到底有没有三组暗珠，有没有办法达到一个254660的一个攻击力呢？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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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漂亮斯康博零天降。哒哒哒哒哒哒，咣！没错，你没看错，一波带走。哦，这一关有一点小棘手，因为他把我们的妲己开掉了，所以我们只能慢慢磨过去。不过他不是强化扶持盾，所以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就是一直去缠捏他哦。哦，这时候可以开一下麦尔斯哦，因为我们这个杂珠蛮多的，开一下无法。哦，因为吃饱上瘾，无代志做吼，吃饱太闲没事干的意思就对了。好，哦，漂亮的叠珠哈。妲己不能开技，所以我们就是自己靠自己的手动，先绿珠吧。
按属性客制公家锁，我蛮好奇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可能是怕我们用逆天打法吧，我在猜啦，我也不晓得，因为我一直有逆天才有可能会担心会有这种状况，代表他们可能有试出逆天的一个打法。好，那我们就六分之一逆，好不好？六分之一逆，啊，安利逆一条，把我们丢安利逆，嘿，安利逆，六分之一逆而已哈。注意一下我们的龙科是什么，连锁龙纹哦，等一下会有机会用到。怎么都没有光珠嘞？哦，有了，稍微自己滤一下光珠哦。这是 CD2， 所以有些技能我们可以这个稍微活用一下，就是可以拿来直接开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看看，这个的话，好，麦尔斯看一下哦。这光珠是不会被消的哦，请记得哦，光珠是不会被消的。我是看错了吗？我多开一个技能把它盖掉了 ，shit。所以这个技的开机要注意，不要开超过四只，自己盖自己还是没发现的。哦，大于等于八康伯顿哦。所以，因为这只主要这只 CD1 啦，比较难搞在这里。不然，我们储技是六，再一个，可惜。好吧，慢慢吹过去好了。这一关的话，就是靠手动哈。千万不要开技能去打 ，OK？ 技能是要留在下一关的哈。七八，漂亮啊，漂亮！应该不会一波带走吧？三分之一就好，还不到三分之一 ，OK？再来一个，漂亮啊！这个难关是在折磨我们的这个转珠技巧哦。因为一般人要手转到六 combo 就已经不是很容易了，更何况还要大于等于八 combo 哦。百姓只是平民转珠哦，所以这个极限大概六 combo 好吧？平均三到五哈，平民转珠哦，平民转珠，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教大家怎么通关。因为有些玩法呢讲的是很厉害啦，可是靠我转不到那么高，没办法，懂不懂？就是有些玩家他很强啊，但是我们没办法的，
我没办法那么强。对啊，所以就是只能靠卡牌哈、配技，卡牌跟配技来做一个运用哈、就是百姓的一个玩法啦哦。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哈、神转柱有神转柱的玩法哦，那平民转柱平民转柱的玩法，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每个打法都是可以参考一下哈、这个有讯息要稍微跟他回复一下哦，请各位稍等哦。血量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啊，其实这关要天降也不难哦，因为静暗珠，哎、稍微专心一下哈、哦。这边不开妲己摸过去，因为妲己我们等一下要拿来用哈、所以只能这样哈、漂亮的天降。刚刚算小失误，不过不影响哦。如果没有大胜，就没有所谓失误的问题了哈、逮住！可以看到消血的速度是非常慢哦，只不过我们要一次性通关哦，所以就不用担心慢的问题。再一个，少一康哈、可惜。八九 combo， 好的。好，加油啊！一半了哈、大家再撑一下哈、再一个漂亮哦，也这一关的神天降还会蛮多的哦，所以不用担心这个 combo 数的一个状况哦。加上我们自己叠珠有没有？我们自己叠珠的话，能够增加它这个落珠的次数哦，天降的几率就会提高了哈、漂亮，就是需要这种来帮我们消血哦。
七八，漂亮，又是光珠哦。天降光，漂亮啊！我就是要这个，漂亮的十四 combo。哦，对这个慕容死产生一个极大的伤害哦。白金现在在看那个 combo 数、哦、跟他的血量，我在抓攻击力。八，残血，好的，这个血量差不多、哦、我们先滤出一些光珠出来、哦我建议在这一关做绿珠的动作哦。啊，光珠啊，老大！可以看到我流的都是光珠哦。那好，再绿一波应该够了。不再够，继续。哎呀，好，这边要沉稳一点哦，这边要沉稳一点。血量要注意哦，它是 CDE 哦，不要顾着打都忘记补血了哦。好，我们来做一波绿珠哈、哦！哎呀，好加载，挂者。哦，好，让它垂一下没关系哈、哦，垂一下没关系 ，OK。好，让我思考一下啊。现在是属于一个一波带走的 feel 啊！嗯，好，这样一波带走，龙哥，滤出你的暗珠。暗珠，注意看一下有没有五连珠，没有水珠，水，好，由于我刚在前一关做了绿珠的动作，所以我这一关有两回合，好，会比较安全一点哦。这个水珠没有，目光，好，我们缺水珠哈，所以我们把多余的珠子消掉哈。哎呦，暗珠差点被我消掉哦，错姐。好、哦，水火木光暗有了哈、哦，注意看啊、哦，水、火、木、光暗。哦，刚才差点三颗暗珠消掉，剩两颗，我当场哭哭。我跟各位讲，真的，当场哭哭哈、哦。
那这支血量有个十百千万十万哦，十万滴，看起来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哦。我有把握就是一波把它带走，所以我决定直接开机哦。很可惜嘛，按住绿出来是五颗哦，所以基本上它等一下会卡住我们。哦，直接开妲己一波带走哦。再见吧，无鼠盾。哦，家里越战越强筋哦。这个重点的部分不是打他，重点是要把妲己出起来，然后血量大概打到一半哦，这是关键。所以自己各位斟酌一下哦。哦，基本上我是轻轻那个打他就好了，因为我先把妲己出起来，我确定能够开机再说哦。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出手太重，风险会太大。那这个暗处就是，好了，就是我们也必须感谢他刚刚对我们的付出了哈、哦，所以就是放在那边让他旁边休息。现在打三千多滴哦，其实还蛮痛的，我必须跟各位讲，三千多是还蛮痛的。哦，像我现在的话，我先把光珠一波把它送走，就是我怕光珠太多坑了，所以尽量就是先把它消一消的意思。哦，这个血量要稍微抓一下咯，这个目前看起来是有点危险哦。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绿珠的动作了。好、哦，妲己跳起来了、哦、基本上这个开始做你的攻击珠了、哦、做叠珠其实没有非常大的意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妲己，但是你要这样绿珠才好绿啊。哦，血量已经有点危险了、哦，各位。这光柱我留下来好了。骨头，没光柱。OK， 来吧。啊，没星柱啊，讲错了。464万6000多哈、哦。记得哦，开四个状态就好，迈尔斯不要拿来搞自己哦。好，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到了，来吧，龙哥，天降。靠林天将，赶快靠自己了，靠我们的龙科坏掉了，哦我吐血了，我去死吧，龙科坏掉 KO、oh! YES
这个非常刺激的一个龙科的玩弄哈、哦。我看到刚刚想着鱼弄了，我们真的差点被他鱼弄哈、哦。好、哦，以上是这个8-3-3-3致命的瘟疫哦，大圣答己哦，圣答对，做一个通关的示范哦。里面的教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因为这关是我目前看过最难的哈，哦，给大家参考，谢谢大家，拜拜。